大家好，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 R3。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你该如何来挑选一台优质的二手 R3。会想开这个话题呢，就是 R3 自2015年在台湾上市以来呢，一直到现在2021年，它都是黄牌入门级具一个非常热销的机种。那么许多朋友们，他从白牌进阶到黄牌这个阶段呢，也会把 R3 当作他的第一目标车款。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二手车市场 R3 也变成一个非常非常热门的选项。那今天的这支影片呢，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身为一个 R3 尾车主，然后呢身边有许多骑 R3 的朋友，到底你该怎么去挑选一台适合自己而且是非常优质的 R3 二手车。那这中间呢又有哪些地方你是需要注意的呢？首先呢，你在挑选 R3 的时候呢，第一个你就要去看这台车它到底是公司车呢还是水货车。因为 R3 在上市之初其实一开始是由水货商所引进的，公司车它是一直到2015年才开始引进。接着呢，你又要再看这个公司它是有 ABS 的版本还是没有 ABS 的版本呢。2015年2016年这两个年份的 R3 公司车基本上都是没有 ABS 的。R3 的 ABS 公司车第一批应该讲是在2017年开始交车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找有 ABS 的 R3 而且是要公司车的话呢，你就要从2017年的之后的年份开始去寻找。2015、2016这两个年份的 R3 基本上我个人是不大推荐大家去入手的，因为它有许多的小问题都还在 debug 的状态，它也发出过许多次的召回更正通知，所以说你在挑选2015年或2016年的 R3 可能就会面临到说车子买来之后你发现这个车主他好像没有做一些召回的动作，那你可能后续就要花时间去把这台车做一个召回或是做一个更正的动作。那再来呢，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在齿比的部分，2015到2018年小改版之前的 R3 呢，它的齿比基本上为了对应台湾的环保法规有做一点调整，好让它验车通过。但是呢，在水货商的 R3 它则是沿用欧规的一个齿比，也就是说在2015到2018公司车的 R3 它的齿比跟国外是不大一样的，许多车友们呢也会去把这个齿比给改回欧规齿比。但是在这边就要特别注意了，如果说这台车呢它是没有 ABS 的版本的话呢，它改齿比它的时速表它的仪表板是会不准的，那么也会造成它的里程累积或它的时速是有跟真实状况有些许的浮动。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很多车他再去买一个叫做脉冲修正的一个感知器装在后车厢那边，因为2015到2018小改版之前的 R3 如果是没有 ABS 版本的话呢，它是使用一个齿轮箱的时速感知，也就是说你的齿比来做跟动的话呢，它的仪表板上的数据就会完全不准。那如果是 ABS 版本的 R3 呢，它只是走轮速感应，所以说你的齿比怎么动呢它都不会有任何的状况。所以说听我刚刚的分享之后呢，大家应该心里有个底了。其实我个人啊是蛮推荐大家去购买2017版本的 R3 ABS 公司车的，因为呢在这个年份的 R3 它是第一批的公司车 ABS 版本，那么它要改齿比也方便，再来呢就是它也有 ABS 会比较安全，最后呢就是因为2017的 R3 呢在明年也要做5年一验的动作了，所以说它的价格上会比较优惠一点，而且呢因为2018跟2017基本上就只差在颜色的差异，所以说在它的机械结构啊或是它的一些硬体设施都没有做一点跟动情况之下呢，2017的这个年份啊它相对来讲它是会比较有吸引力的。那么现在呢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小改版前跟小改版后的 R3 到底差异有哪些。首先呢就是小改版之后的 R3 其实它在齿比就是跟国外欧规是一样的，所以说你在买来之后呢你不用担心齿比跟国外不一样的这个问题，随货车跟台规的公司车它基本上齿比那些都是完全一样。再来呢就是小改版的 R3 它多了导叉跟 LED 灯，它的整个路感会比较好，它整个骑乘起来的体质也比较好。还有一个就是许多人忽略的地方，就是小改版之后的 R3 啊，它这个油箱的造型有做一个修改，这个呢也是许多小改版之前的 R3 车主很在意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油箱罩。所以也就是说、以 R3 的二手车来讲，我个人是蛮推荐大家去寻找2017年有 ABS 版的公司车跟2019年初代目引进台湾的一个小改版版本，因为呢这两个版本啊他们以年份来看的话现在的价格都会比较低一点，那么跟后继年份的车款相比呢它又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性价比在。那以2017的 R3 来看呢，它更是有一个小改版前的这个优势在，所以说它的价格啊通常是落在16万上下这个区间，你大概花16万去等一等就可以等到一个车况还不错甚至有些基本改的 R3 出现了。那这个就给大家自己去做一个斟酌。如果是2015或2016的 R3 呢，
他的话就可能会有一些召回的问题还没解决，或是说他的齿比较跟动会比较麻烦。最后呢，就是他的一个年份也比较久了，你可能已经面临到每年都要去验车一次的困扰了。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他的好处就是价格非常的低。在我们讲到配备的部分啊，以 R3 来讲，在小改版之前的 R3 呢，普遍车主们他们都会有诟病，就是前后悬吊不够的问题。再来呢，就是前刹车也不够。所以说，在小改版之前的 R3， 如果你要去找一台优质二手车的话呢，最好也去看看它有没有去做一个前后避震的升级跟刹车的升级。如果它要改对式卡钳，前悬吊全可调，后悬吊全可调啊，那真的太好了，就是一个基本改的 R3 就完成了。买回来呢，基本上你不用再去做太多的跟动。那么如果说你是一个很追求热血超价或是操控乐趣的车主呢，你还可以去寻找一台有改好加大油箱罩跟低把还有脚踏后移的 R3。因为呢，在 R3 它原厂这个小改版之前的版本来讲呢，它的骑姿其实是蛮接近街车的，所以说你在骑乘的时候呢，像我身高是172，我在骑乘我女友这台有改半组后移的 R3 的时候，就觉得脚很瘪，因为它这个油箱罩这边啊真的太窄了，所以说就变成说我脚夹的时候它是有点内缩，我会觉得有点不好夹。所以在小改版之后的 R3， 它的油箱罩是有加大的。那如果你是一般车主的话呢，我就是建议大家去找有改前后避震跟刹车的就可以了。这个就是一个 R3 的基本改。那其他的行车记录器那些，就是依你自己的需求去看。OK， 那在最后呢，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该怎么去看车。如果说你是一个新手，完全不懂的话呢，在这边我跟大家分享几个很重要的地方。首先就是在这一边，这个地方呢，就是三角台这个档块啊，这个档块它其实是成型在这个下三角台上的。这个档块的用意呢，就是当你今天在打手把的时候呢，它左两边都有这个档块，它这档块会撞击到这个地方，那限制你手把的一个角度。如果说今天你车子有发生大撞的话呢，这个档块就可能因为龙头剧烈撞击啊，它就可能会断掉。有些他们可能就是直接用焊接把这个档块给焊上去修回去，那这个呢可能就是会是一个你要考虑的地方，车子可能就是有大撞过。那么再来就是你可以去看车子的一个板件的密合度，如果说他今天他的螺丝都是锁在这种车架上的螺丝啊，你就可以去看他这个洞对的准不准。当然以 R3 这种车来讲啊，他的整台车的车壳密合度我个人是觉得没有很好，所以说像这种缝隙是可以接受，这就是一些组装的一个公差密合度。但是呢，如果它的今天车架这种锁点啊，你看到它有跑掉，或者说它在这一个地方后脚它这边它可能有一些像是小裂纹的那种纹路的话，就可能代表它曾经有受力过，所以才会出现一个裂纹。为什么我会说是后脚它这边呢？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后排气管啊是掉在这个后脚踏这边的，所以说今天它如果车子有撞击的话，排气管往内缩的话，这边跟这边就可能会有个应力存在，那它在这边呢就可能会有一些痕迹，你就可以去看它有没有一些因为应力而产生的裂纹或是变形，这些都是你可以去观察的地方。那如果说你有观察到这些症状的话呢，或是说它某些地方的锁点你看起来怪怪的有疑虑的话呢，这个就是可以去审慎的考虑，审慎的去思考。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你可以去看这台 R3 它的一些重要的零件有没有喷漆的痕迹，像是引擎的外盖，或者说车架、三角台这几个地方，或是前叉，它有没有去做一个喷漆整修动作？因为呢，很多卖家他们会主打车子是原壳原漆，其实这个原壳原漆基本上你可以忽略不看，因为以 R3 这台车来讲，它的整台车的壳呢，一片都是一两千块、两三千块这样就可以搞得起来了。因此啊，它整台车壳换掉并不是什么难事。R3 或是 CBR500R 这种车子呢，他们换这种壳都是非常便宜的，所以有伤的话，很多车他们都会直接换掉，就不会有这种原壳原漆的问题了。因此啊，在这边我也建议大家，如果说你要去入手一台二手的 R3 的话，你可以先去车店赏车，去新车的店头去看一下新车长什么样子，或是说你去租车，因为 R3 真的很热销，所以说你要在路上看到 R3 或是去租车店租到 R3 根本不是一件难事，你身边亲朋好友可能问一问，或是说你去车友常聚集的一些 7 啊 OK 那些，你去看一下车友常聚集的一些地方，也很经常的可以碰到一些 R3 的车，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是可以礼貌性的询问车主说，可不可以跟你交流一下，去看一下你的车，这个东西或是这个东西它是怎么样，原本的状态到底是怎么样子，跟他们讨论交流，或是说问一下车主他们车子可能有哪地方是比较容易受损的。那么今天你去看过，或是甚至你去骑过原本没有问题车况正常的 R3 是什么样子之后呢，
你再去看你自己所目标涉略那一台二手 R3 的时候，你心里就有个底。好，那今天的影片到这边之后呢，大家应该很好奇，如果是我自己个人的话，我会推荐大家去买哪个款式的 R3？ 其实我个人最推荐大家去买的呢，应该是19年小改版之后的第一批，因为呢，有了倒叉的 R3， 然后跟 LED 大灯的 R3， 它的整个外观的帅气度我觉得是还不错，而且它的整个配备也给的很有诚意，你不用再去改油箱罩了，然后前避震基本上也够用了。你在骑车的时候呢，因为那时候是在大鲁跟卡丁赛车场体验的，我就觉得骑车起来，哇，这个路感真的进化蛮多的。因为我自己身边有个朋友，他是骑已经基本改完成的 NT03， 但是我觉得这个基本改的 NT03 呢，跟 R3 它这个倒岔路感比起来呢，还是有一些些落差的。除非今天你找到的17年款 R3 它是改好倒岔的，那这个呢，我觉得我就会选17年款的。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呢，我觉得19年款的 R3 它的配备上是比较吸引我的。然后以价差来看的话，17年的 R3 ABS 有基本改的，大概是落在16万上下吧。那么2019的 R3 若是原厂车，然后它就直接这样丢出来卖的话呢，价格大概是在20出头万，这中间的落差大概3到4万块，就看自己怎么去斟酌了。那么19年的 R3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年份很新，所以你不用这么快的去烦恼说车子要验的这个问题。因此啊，我是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全然的新手，我会比较推荐去买19年的车。第一个，年份比较新，问题比较少；再来就是它也不用烦恼齿比的问题，离验车也还有一段时间。但是如果说你享受的是这种改车跟车成长这种乐趣的话呢，17年的 R3 我觉得也是蛮值得推荐的。那么1516的就是我没那么推荐，除非说你真的是很注重价格的这个天花板的话，那你可以去考虑1516。但是你买1516就是要去考虑它车子的这个水管去更换了没，召回去做了没，还有就是它的整个齿比去动怀了没，这些都是你要去考虑跟顾虑的一些状况。OK， 那这次影片就到这边咯。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在底下再留言给我，我会去尽量的回复大家。那这次影片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谢谢大家，拜拜。